Go. 我把它调下来一点，然后来聊天室更新一下，再次更新。我都有时候感觉它，哦，有出来了，不知道现在声音怎么样。到新的讯息，是的，聊天室感觉好像要等一段时间再更新它才会出现，不然的话好像都按更新它一样不，没什么用。安安，Hello，欢迎来收看。稍微一直 K，现在我弯道已经656，还蛮不错的。细剑被动技能命中率加10%，我觉得可以拿来用。如何？你过了？不是吧？第四次无改过了。好，我们的好小大大分段中，我有看到。刚刚再看一下他的台。转移至虚空区，我觉得去虚空区看一下好了。然后我觉得线上会比较好，线上的话你还可以另外再带3个同伴，5个人，而这边就只能2个而已。去虚空区感觉也没办法。就是那一只啊，就那一只，超麻烦的。昨天打一打，然后就同伴都快趴掉了。我没事，可是同伴快趴了。日本占销量一半以上。等一下，这不是台湾团队做的吗？好歹大家支持一下。看，好像现在诺贝塔还蛮多人在使用，结果竟然只卖5万套，可能过几天它在计算就会变了，比如说10万套还是20万套，我觉得5万套来说还是有点太少。新手又攻到我，常常吓到。挺好玩啊，而且基本上YouTube 这边就少数一些超厉害的，像你啊，基本上已经刺激到他们，然后于是他们就觉得说来去更研究一下这游戏《机器人大战阿法》。不过隐藏要素我目前还是看那个百度那边网站啊，它是算是最多的，也不能说它最完整。实际上，好像还听说很多隐藏的东西，好像还有很多隐藏东西，都没有人去找到。努力灵魂。
我那时候玩普通就感觉有点难。对，玩得很刺激哦。啊，这次版蛮难的哦。最近怎么越来越多这种类魂游戏啊？嗜血代码、黑暗灵魂啊，然后还有很多那种设定上的小品游戏也是，它都是开始有点偏难向，操控性也非常的困难。来缺一个，哦，好，搞定。没败。我当时玩普通，我就觉得说有点难。现在有出困难版吗？正式版有困难版不是吗？困难的版本，这样才有挑战性，越有挑战性让你玩得越久。等一下，我突然觉得这感觉好像立 flag。 我们同人对 NPC 说，如果苗头不对就赶快撤退，会不会等一下如果发现快被打败了，然后我那个五脏是不是就直接丢下我们直接跑掉？毕竟看到能这么专心的去玩个游戏，他们可能也想要试试看，试试看说自己能不能搞定。有困难难度，当时我玩试玩版啊，但那困难难度好像就说体验版没有，到时候正式版会开放。今天弯刀应该可以到吧，熟练度。不得不说这熟练度还蛮好升的，很快啊。基本上照理来说应该是游戏到很后期的时候熟练度才会满，可是到现在其实我已经觉得有点满了。死亡细胞300万套，那是哪一个？哦，怎么回事？怎么有一只超大只的？感觉里面有一只超大只的。我只知道工作细胞。等一下我结束的时候来看看那死亡细胞是什么。一小反乱路了。啊，不过我意外发现他去熟练度啊，他每个技能也有熟练度，有分等级，他每个技能。我后来才发现到的，那这边不是有星星吗？我现在是一颗星星。熊，这个雷射斩切还没有那个熟练度。Super Armor。
不知道这个 Super 阿蒙是什么。啊，97的你超 OK 的。看我怎么样直接把秒掉。地图模式有点像恶魔城，哦，死亡细胞，看起来好像是小品游戏。哦，这边没有东西。刚是从这边来，原来这边也有地方可以过去。打倒枪兵，哥布林队长。啊 ，OK 啦。简单，我40000D 被打，是奇怪，怎么跟那个原作里面不太一样？我记得动画不是都说，因为等级太高了，打下去都是0D 吗？可我怎么感觉我被打下去都200多D 了？而且被你看那个主角啊，他被打的时候他会顿住，这看起来就很痛吧？动画一点都不现实。被打到以后，你他要停下来了。很痒。喂，啊！瞬间搞定。这就像在玩那个无双一样，直接冲进去把那个敌方武将干掉。一刀武力真的很高啊！你看我明明就等级比他高，比武藏高，可是武藏打下去伤害其实就很痛。这次凡罗轩已经很多店打，很多队打了，知道吗？我完全不想要挑战用其他队，感觉好像很麻烦，我用我的天元突破就好了。反正拿到2张卡也算不错了。基本上感觉要组那个反螺旋王的 BOSS 好像也不太 OK 啊。反螺旋王他队长能当队长吗？觉得有点不行的，要他当队长我觉得有点不行。好，别再搓了，搓一下1000多滴耶，这哪里叫做是 NORPG 的感觉？我操！等一下，你是要继续挑战吗？看你意思，好像是因为要放开去挑战那个游戏，无感。
也只能说辛苦了。毕竟电脑工程师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忙的职业，忙一忙的时候就超忙。大多半夜去做，白天都在睡。弯刀异常之牙，我来看一下。哇，超级不 OK 的，目前为止就这个比较好。日夜颠倒，不要紧，其实现在很多人也是一样，也是这样。慢慢开始生活都不太固定了。行きましょう。因为毕竟以前比较不多选择，然后会有大致上都是朝九晚五的工作，然后现在开始更有多元化，慢慢会有更多的工作性质。网络也越来越发达，大家越来越晚睡，甚至有些人可能就直接用那个晚上的班，刚好也是有需求啊。下礼拜是风王必打，不是还有那个吗？玛雅的那个潜能解放还是什么的，超多人说这个就不必要。等一下，你的店面该不会是白天吧？你的店面呢、啊？你的店面是白天，刚好白天在睡觉，这样不会被老板发现吗？老板一发现就会说：“哦，你在干嘛？”解放还蛮猛的。不知道有没有改，以前是要消那个光暗星威力才会高，现在不知道了。因为实际上很多卡片都是一样啊，就是目前为止看起来普普的，然后可是实际上打起来就很强，像当初秦始皇。哦，好 ，OK， 谢谢你的收看，辛苦了。好，晚上继续加油啊。调整电脑，慢慢调整倍率，从12倍变成200倍。欸，等一下，怎么这么夸张？现在大家都是倍率膨胀的时代，以前好像顶多从那个3×3变成4×4而已，从9倍到变16倍，现在直接从12倍变成200倍，这已经不只是10倍增长了，已经不是5倍奉还了，太夸张了，真够厉害，已经当初龙族拼图倍率膨胀太夸张了，然后现在那个神魔之塔要步入后尘了，别。怎么都是你啊，要来一个沉默之丘之门，是不是这么多门？刚我逛了一下，至少有10道以上，我开了4道啊。沉默之丘门，十扇门只能开一半扇门，跳升为那个一线组地队，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哦，这么多蓝绿色史莱姆，
我觉得这看起来有点像那个数码宝贝里面有个鼻涕虫，有点像鼻涕虫，鼻涕那个鼻涕兽。有树枝活性化怪兽，太好，你跟我讲是什么意思？他要我一个人去打吗？又是门，真棒！而且其实到现在我还没有去用药品。哦，不是吧？哦，一次两次，哎，怪物！别！是两只 NN， 因为是同个公司做的，但会有熟悉的怪。超级熟悉的怪物，毛破，我要相信他 OK 的。尤其前面有一红色怪物，怎么看起来有点不太妙。Congratulations！ 好，我来看一下哦。看来主要在76层是让玩家适应一下。第七层之后可能会蛮快的，打断你的头啊！哇，你看他一招直接搞定了，我那五丈啊，他一刀下去直接搞定了。弑神者怪，我觉得可以耶，看他有没有合作啊。弑神者怪物，五丈，拜托你了，你去打那些怪物吧。来，完全一点都不想要去用啊！有树枝活性化的怪物，哎，等一下哦，算了，先 K 再说。门锁住了。在想说啊，他能不能是范围技啊？像那个三国无双啊，我现在觉得我的武藏比克莱因强太多了。好，我来看一下妹子。我会让你放招的。超痛的，完全吊打那个克莱因的，我觉得啦，目前我们还没有去用克莱因，说不定因为克莱因比较少人去用，他可能有提升一下他的能力，要不然照原作来说，克莱因其实也不是很强。鼻涕兽，瞬间打掉。操！我觉得说看以后，我换长枪有没有这个技能，说不定会有。
打断了呀。好，解放。来看一下。我觉得说他可以。哦，有了有了。门自动打开。弯刀，单刃弯刀，听起来一点都不响。哦，对了，我那个声音麦克风有稍微调整一下，不知道有没有改比较好。奈特大大跟我们稍微讲了一下。然后我换了一下那个滤镜啊，把滤镜稍微调整一下，希望能够比较好一点。嗯，比较好。哎，还真的耶，原本我是单单用增益啊，现在的话我用那个压缩，动态压缩啊。啊，有了有了，好快哦。我才半个小时就要打完了。いよいよか。だな。好快哦，我半个小时就要打完哎。77%了，这么快吗？好，一样，先回去。いよいよか。哎，五藏有声音哎。我现在才发现五藏有配音耶。我意外发现五藏竟然有配音耶，小小的 NPC 竟然有配音。诸葛亮黑科技雷射，司马懿好像也是耶，司马懿也是跟那个诸葛亮一样，尤其司马懿每次开无双无双啊，然后他都一直笑。キリトさん、こんにちは。小翅膀，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就是这样，喵。おかげさまで、街の中でできる効率のいいクエストが見つかりました。我的好小大大关台了。哇，话说三好像也蛮长的。それは。之前一跟二好像单独各一代的时间没有像现在这么长。三好像已经第七次实况了，也是我们好小大大实况都有至少30小时以上。好，太好了！以后如果要实况《水浒传》，我实况1+2就好了。虽然对西地卡过意不去，跟踪他一下啊。等一下，如果这发到场外啊，一定会非常的。西利卡，他找到一个非常赚钱的工作，但是一问他的时候，他又突然含糊过去了。怎么看起来有点像是那个啊？非常有点工口的工作啊。爱藏，五藏的爱藏吗？表面上是个普通的咖啡厅。里面是个会做各种各式各样生意的黑店，西地卡可以的，不行，现在有儿童保护法。女仆咖啡厅。哦，还可以啦，只是女仆咖啡厅。话说这个很赚吗？女仆咖啡厅啊，坐在里面一餐感觉好像都200-300以上在跳的啦。但是好像很多餐厅也是500-600以上在跳啊，那种日式餐厅啊，好像也是300-400以上。あの黒ずくめの男、メイドにセクハラか？这么一看，感觉好像女仆咖啡厅也没有到很削一波啊。俺たちのシリカちゃんを泣かせるなんて。西利卡女神。黙っていたのは悪かったですけど。啊，越描越黑。あの男、ストーカー行為まで。おのれ、けどね。だって恥ずかしいじゃないですか。私、メイド。こんなチンチクリンなのに。メイド装。料理のメイド
Maid 好像是外来语哦，因为英文就叫 Maid 嘛 ，NAID 嘛，可愛い，好像叫 NAID 嘛 ，Maid， 感觉很对不起你。いいえ、大丈夫です。キリトさんはお客様なんですから。我差点让大家以为说是做那个见不得光的事情。メニューをどうぞ。本日のおすすめはアイクラオムライスとアイクラカレーです。我完全没有去过哎，那什么什么咖啡厅的，女仆咖啡厅什么的。特にオムライスがおすすめです。还有那个在你面前涂番茄酱。私たちメイドが愛情を込めて。怎么感觉好像都是蛋包饭啊？没有别的花样吗？然后在上面涂蛋那个番茄酱，然后涂一些字啊。我听说好像有什么意下饭团，是吧？各式各样的那个性癖真是越来越多了。全然余計じゃないです。むしろ喜んで愛情ケチャップをかけさせてもらいます。はい、アイクラオムライスですね。シリカちゃん、こっちも注文お願い。はい、ただいま。ねえねえ、あの黒ずくめ、シリカちゃんに何かしたの？いえ、あの人はその私の特別なご主人様です。な、だと。なんだと。在其他客人面前说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客人，大家就疯狂的一直用非常炙热的眼神看着你，你完蛋了。ご主人様のためにシリカがこのケチャップでたっぷり愛情を込めちゃいますね。キリとラップ。ご主人様にシリカの気持ち知られちゃいました。そうですよ、もちろん。さあ、キリトさん、じゃなくてご主人様、シリカが食べさせてあげます。はーい。シリカ预设是国中还是国小啊？我觉得看起来好像像国中生吧。不过如果硬要说国小生也可以。没有，我觉得反而有点国小，因为毕竟那个在。二次元世界里面，二十几岁看起来都像高中生。最初の一口。没事的，反而那种国中生看起来像那个二十几岁。为什么要那么相反呢？虽然现实真的看到那个国小棒球的有看起来那个满脸大胡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那是直接打那个生长激素打太多吗？国小国中的比赛竟然有长满胡子的，虽然高中以前高中有看到有同学是也是很多胡子啊，但是他根本就是超级老成的，又不是每个都黄忠。仕事の間の間食禁止なんでした。はい。関節。小孩子想太多了。大丈夫です。